我老婆她外公不舒服，我们回来几天都不知道。昨天晚上打了电话，然后今天准备去看一下她。顺便去，好久没看见他了，我也想他了。那走走着吧，走吧。去城里面吧。他是在城里面说，有点感冒。他是在你姨那住的是吧？走吧。走一走一走呢。你们这里的路太窄了，慢点有坑。慢点。快点起火锅来！去吗，外公？啊？是啊，我们一起去。你肯定没去过是吧？啊，去美珍大桥。去呀去呀，去一趟嘛。好多年没去了，当时去的还没修好吗？现在修好了，他们开车。今天打蜡，他们今天修屋了，现在那儿走都走不得了。你们都打蜡不告诉我什么？对呀，今天。打蜡可能就到他晚。不要等他不去，不等他不去。他修那儿不？他修那儿不？他走了不换新。那会儿换他的心呢，你等他等着去，听不见？去不去？啊，去去去！明天是一次。那没意思，好玩，你活动玩去喽。玩去了嘛，早来了，五点多钟早来，我就吃饭，我请你吃火锅。好吧，啊。去嘛。喂，好啊，那有点牛呢。你去嘛。几十块，几十块，去不去嘛？几十块不怕的，你去喽，干够。有一句话想讲的，我里面有人。几十块怕什么？去呀、啊，去不去？啊，去。吃了活动完钱，满五六点钟就点门早点就吃晚饭。要不是去后面那个山上面那里。那是谁？那是人家不去。去不去？你到新加坡也可以嘛。外卖贵吵。新加坡你们没吃过，好家伙，中午打那笨咯，我看他们打的亏啊，抖音哦，你哪里去嘛？我能开车嘛？五点钟去嘛？五点钟你干啥？专门啊？你晚点去嘛？那走嘛？去不去？我吃了，我吃了。新加坡。我也去了，走，我一起去。好不嘛？你也摸不透呀。走啦，我一起去了。哪那儿桃花又锁到了？哪个？哪个好玩呐？走嘛，走嘛，哈哈哈哈哈！走哪里好玩？走嘛，走一起嘛。我买一个汽油。我带的。哎呀，那个汽油一餐没吃消，你那才吃。你那个一走。哎呀，哎。我已经买屋的啦。买的哪个玩呢？买到桂林，桂林市，哪个是在他？市里去哪里玩？啊，这谁都能写出来。然后嘛，写的我一个人的名字。好啊，那明天去了，在那儿好多坐几天。必须的。大哥哦，你也去啊？我这是给我买屋的。哦，对，他以后我一起去。等一会儿黄家了，我到他广西桂林去。好吧，你和我一起聊吧。我到哪个？我早点儿玩一天。啊，好热闹。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一起去啊，好吧。去过玩一天。好吧。我喜欢你的啊。你去过桂林没？啊，去过桂林没有？没有。他问你到桂林去过没？没。桂林啊。啊，没去过。电视上去过没？没上去。电视上去过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那边放假了，我到他们家喊他开车接你来吧。我到那桂林玩一天去啊。那你二三岁家天下来，你也不好。到桂林啊。桂林的时候哪儿都没晚上。你一家晚上哪儿都没晚上。桂林三叔家天下来不好。这个好玩，想活一下。今天给我外公出来。逛一下，带下我外公，陪一下我外公，一路在那里说我又走错路了。我拿了你啊。这个人好玩呐。好玩哦。这还在说。身体好嘞，长不远嘞。
你别死。他叫你猪别死你。哎呀，别去鞋子坐这儿。好。去吧。我外公说，我外公本来脚就不是很方便，刚才是一直在那里说不能开车上来。现在他们又说可以开车上来。什么都没点哦。有钱。慢慢把东西都拿的啊。往小孩这里。我不知道他哪块钱。我也要一个，你要吃。那个太贵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大哥，你不要？你要不要这个？吃一个嘛。还是他上火。好吃吧？还可以。好像我们那里也有这种包包，但是不一样。嗯。要一块钱多。嗯。哦。我要一碗豆腐，要八点嘛？八点。我不要八点。